山街多风处是热闹，直发清凉涌洒无名，红烛大成润子众生，不善种子便功德天。护念一切发菩提心，红柱大圣润子众生，这边的红柱大圣的话，我们打告诉，也就是去弘扬，这代表一个人，我们去告诉他。大圣的话就带用佛陀的愿，也就是去弘扬佛陀慈悲度世的愿力，我们来告诉每一个人。润子众生的话，我们先打众生，因为得法之后就智慧开，也就是开解得到智慧，所以这动作代表智慧。佛陀在2500年前证悟成佛，并且沿着恒河两岸说法无量，度众更是无量，但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，所以最重要是当每一个人都获得佛陀教法这样一个洗涤内心之后，就要勇于承担，将这样一个愿力，将佛陀的智慧能够撒播到每一个角落去，去润自众生贫困的心灵。好，我们整句再来一次。弘柱大圣润子众生，山街多风处是热闹，直发清凉涌洒无名，弘柱大成润子众生，善种子。